既然白板已经被大家玩成这样子了，没有关系，因为我是管理者嘛，所以谈这里。有没有看到查定修订版本记录？点下去。好，这个是这样。我如果回到最早之前的，有没有干净一片？可以随时回到过去，好吗？那我不要这样，我点这里。这个是最后版本，可是没关系，我把它打开。这里三角形打开，哦，刚刚他干了什么事情？有没有？这样了解吗？我随时把你回来就好了嘛。这样白板有没有比较聪明一点？比前面这一个好一点哈？好，开玩笑啦，其实反正这个是以后各位其实应用上也可以真的使用的。好，那为了方便大家看，我还是先还原到这个版本好了。拍谁哈？你刚刚很努力，我也是一键还原。来，开玩笑，开玩笑。来，我回到这边来哈。